是有机关的吗？看上去很香啊。你时间来的刚刚好，我看你今天一天都没怎么吃东西，特意给你做的。惠灵顿牛排。没错。嗯。谢谢。你是换配料了吗？没有啊，做法都跟以前一模一样。今天不太饿。可能因为工作太累了吧。嗯。那，要不然你吃点甜品，还有酒店送来的蛋糕呢。有兴趣吗？可以。是吧？这个啊，不，乌龟的意思就是祝我长寿。这个顾胜男还挺别出心裁的。你怎么知道他叫顾胜男？你白天介绍的时候说的呀。嗯，我前一段住在紫荆的时候，他都快成我的私人厨师了。时不常就会给我一些惊喜，厨艺真的很好。那你要不要也尝尝，试试？我反正减肥。嗯。啊，那个忘了告诉你了。我这次来苏海，郑总特意嘱咐我。说这个紫荆酒店升级改造时间已经够长的了，让我去看一下经营状况。好，我陪你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明天。没问题。哎，我妈是治愈我吗？当然不是。嗯。你晚上也少吃点甜食，我休息了。晚安。晚安。嗯。是有机关的吗？嗯，鹿龟毛。黎曼，愿意为陆晋这样的男人做羹汤。法国蓝带级别厨师，这样的女人谁不想娶回家？骗子！骗子陆卫毛，还说只吃我一个人做的饭。这，才不插足你们的童话。